请公署推出诚信营商约章，是希望加强工商业界的诚信和企业管治。今次同厂商会商品牌合作呢，可以说是强强联手，有效地向外界展示香港拥有廉洁高效的营商环境，配合着诚信管理制度，在为自己赚取合理回报之余，亦都是贡献香港社会，贡献国家，一定能够打造香港成为更出色的国际廉政和反贪中心。我非常之高兴今日能够同厂商会成为约章的第一个合作伙伴，希望双方都好像司长所说，大家能够做到强强联手，推动主要商会的会员公司实施诚信管理制度。今年亦都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，在其后亦都发布了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，鼓励政府和企业加强合作，共同预防和打击贪腐，强化诚信的经营。今次厂商会积极参与诚信约章，正正体现高级原则的精神，有助香港企业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的业务，宣扬香港的廉洁营商环境，共同讲好香港的故事。厂商会和廉政公署将会透过推展诚商约章，是营造企业永续经营这个环境。我相信呢，只要大家团结一心，互相呢配合，必定呢能够呢是令个诚信的齿轮呢发挥着呢最大的功效，既可以呢提升企业的生产的力，以及呢是竞争力，更加可以呢是传递反贪污的动力，向一带一路的成员，向世界说好香港的廉洁故事。准备3、2、1。恭喜诚商约章正式启动。